你回来啊？哎，对阿妈。我有代志想要问你。小妈最近跟我跟你借钱。哦，啊，钱拢在我的手头，啊，你小妈有当时啊要买衫无够，当然会找我借一寡。我来问的不是这個，我的意思是，小妈最近跟我开嘴跟你借一大笔钱，那是有哦，就有可能是蔡大贵开车去弄到人，然后找人担罪，你才需要遐尼侪钱。哎呦喂啊！哪会出这款代志啦？嘿，胖的迄500万，敢是摕去予大贵处理的？妈，这毋是小可代志呢。洪龙钓的人到今嘛阁昏迷不醒，那真正是蔡大贵做的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哎呦，蔡小姐。讲什么大贵开车弄到人，你莫后白讲哦。小妈，那真正无，你先看起来有淡薄紧张啊。我哪有紧张啊？恁家的人哦，拢不安好心呐，一天到晚拢希望大贵啊出代志啊，规天哦拢在家纠缠，贫惰到恁家啊要出门啊。哎，小妈，大贵回来了哦，有了遐尼侪代志呢。这届不是搁做唔到，你要让伊学会晓去面对，你莫替伊暗扛好无？啊，等到是害伊，你知影无？大姐啊，你查某囝啊，伊哦即摆就是靠势哦，拢得搁听伊，安尼也爱乌白讲话。你若不是小叶讲的安尼哦，你该说清楚就好啊嘛。啊，大贵就无开车去港龙啊。没想到最近大刚走去病院，我遐只热心做义工哦。啊，伊想要做好代志，也袂用急咯。小妈，今麦洪龙的人是阮南滨的妈妈，伊到今麦阁昏迷不醒，倒伫咧监护病房。阮南滨要爱的不是赔偿，是一个公道。伊希望会当找到真正凶手，不是凊彩找一个拍死小弟就来担罪。哎，我是有听恁爸爸讲，你有带一个什么高中同学回来讲迄养生村的造景，啊，已经开始交往啊。哎，有闲我带伊回来，给我看卖一下啦，吼。知啦。啊，这段感情对我来讲是真无简单，才找到回来的，所以我真正就珍惜的。我答应伊，我一定要查出真相。啊！你为着一个外人怀疑家己的小弟哦，小妈，我就是无想要怀疑伊，我毋只希望查出真相。虽然甲蔡大贵相处的时间无偌长，啊，毋过我看安怎讲，伊嘛是我的亲人啊，我就是无希望看伊愈行愈偏。对啦，我袂晓嫁囝，你妈妈上楼，安尼你满意啊？哦，小妈，你哪安尼讲话啊？我就毋是这个意思。开车共弄着是意外，啊，不过找人担罪，你就是犯罪嘞，这才是上严重的。而且哦，伊若真正安尼做，有可能坐监嘞。哎呦喂啊！哎，行个啊，你电话老实讲哦，迄500万哦，敢是摕去予大贵斗相共的啊？哈？等者，500万，所以你摕500万找人担罪哦？哈？小妈？什么开车弄到人，什么找人担罪哦，迄拢是恁家己想的啦。无的代志就是无啦，莫什么代志拢落伫我的身躯顶，好无？大姐啊，你嘛足奇怪呢。啊，我投资失败，甲你借的迄500万，我有甲你讲过啊。啊，你若是哦，无想要甲我斗相共，你会当讲嘛？我甲龙哥哥讲，讲迄钱是我开掉的啊。哎呦，开掉的哦，迄500万袂少钱呢，谁拢开？我伫咧娶家遐尼侪年哦，我要动用迄500万，敢无这个权利？你明明知影我毋是迄个意思，我哪会愈讲愈离谱啦？敢有离谱？大
家拢叫是讲哦，我嫁了真好，无人知影，我连用一笔钱拢爱看人面色。你大某，你上大，啥物拢爱听你的啦，你讲的拢准算啦。伫你的心肝内，我就是一个生囡仔的工具啦。这个厝哦，无人把我当作是娶家的人啊。安尼啊，是啥无把你当作？哎呀，吃哪啦？哎呦，听到你安尼冤家，都吓我声啊！那是咧冤啥啦？啊，芳诶，恁好生气啊！我听讲什么？啊，咱家有什么人无把你当作娶家的人啊？是啊，安怎？问你啊！什么？无啦，芳诶啊，你莫瞒呢。啊，平常时咧厝内底代志拢恁大姐做诶，啊你。你咧厝个着食好做勤苦啊，你阁无好哦、啊。啥物我食好做勤苦？我有想要做啊。我入门的时阵，大姐就是娇啊，把伊大某的位置抢走。我想要做代志，伊就叫我莫做。啊，我若做代志的时阵，伊就嫌我做无好。哎呦，芳个啊，你嘛拜托咧，我叫你洗碗，你逐工洗破碗。我叫你撸涂骹，迄涂骹颠倒撸垃圾，啊，就莫讲迄煮食啊！啊，有一届无，迄差一点仔就火烧厝，你敢会记哩哈？我袂晓，你会用甲我教啊？我嘛想要学啊，结果你拢撒起来家己做啊。后来我嘛想通啊啦，第一个厝吼，大姐安尼做才有伊的价值啦。啊，为着吼咱公家翁婿，你嘛是搁做大个啊！阿爷，你听看嘛，伊即马伫咧讲啥啦？我嘛想要问你啊，我到底做唔着啥？讲较歹听的啦，我嫁予你的时阵哦，你是有钱啦，啊，不过无参照即马的规模啊。较早做酒店的时阵，我把我的人脉拢介绍予你，予你做生意，你生意才会愈做愈大。今日娶家的财产也是要计较，我嘛有分哦，迄500万算啥？无啊，无迄500万，恁大姊着了去着了去，我嘛讲无要紧啊。啊，恁是搁咧冤啥啦？哎呦，就是有一款代志，想要问清楚啊，这谁知影芳诶，啊着起性地啊，平安尼啦。你若是要知影哦，我坦白甲你讲啊，迄投资失败500万是我提啦。你讲问啊，你讲问哦，就离婚啊？无，不是，我即马离开啦。迄500万就算是你给我的赡养费，安尼用的哦。好看你嘛，走啦！你安尼是咧，啊无啥物代志啊，怕咩啊？你放心啦，妈妈离开了后，会将你身世秘密插入去棺材内底，永远无人知影。妈妈会当甲恁兄弟做的，嘛只有安尼啊。阿妹啊，你到底帮伊做啥？门拍开啊！阿辉在我即马无重要啊，这个家哦、喔，无我的位置啊，我会把物件收拾的，赶紧离开啦。你还继续安顶哦？你别卡一下站落哦。